好，原百花莲店111年新春福袋即将开卖了。今年除了精选150项的二重奖，还首次推出三特奖，包括2辆机车以及168000元商品券，数量只有1200个。想试试新年手气中大奖的民众，动作要快。新春年头，百货公司的福袋相当受欢迎。今年花莲原百福袋准备了名牌枕头、毛毯，以将近5折的售价卖出，并且搭配二重奖、三重奖，让消费者有更多中奖机会。今年福袋你只要到花1680元，你就有2次的抽奖机会。首先是一个基本奖，你已经先拿到一个5折的商品了。接下来你有13%的机会拿到我们精心准备的总价值超过60万的商品，而且中奖率13%之高 ，OK。然后我们另外准备我们的三重奖，3个特别奖，2台机车跟最高的一个168000元的原百商品券。如果你的运气好的话，你花1680就可以赚到20万 ，OK。这就是我们今年我们花莲原百福袋的内容。150个二重奖，总价值超过60万元。而花莲原百首次推出三特奖，包括2辆机车，还有168000元独得的原百商品券。虎年福袋在1月13号即将开始预购，限量1000个。2月1号大年初一这一天，还有200个福袋让民众可以现场排队来购买。想试试新年手气中大奖的民众要把握机会。谢瑞慧华视报道。